小伙伴们，威尔我又回来了，这次还是继续我们的楼兰解密。告示牌上说，使用石子的转轴可以通往二楼。石子让我帮他打强盗，好家伙，啥也不说了，铠甲勇士合体冲呀！貌似有点多啊，清几次吧。此时我手中的石竟然只有四只，两只爆头对付一个强盗，但是这里有三个强盗，打死两个弹药肯定是不足了，所以到最后还是得用手撸 double Q。 弹药不足了，啥也不说了，用我单身18年的手速撸死他吧。好家伙，打一下才扣5滴血，里面还有那么多个强盗，我得打到后天满月去。溜了溜了，找守卫队长拿石剑去，剑刺一次就爬上来了，难道这就是追兵的力量吗？队长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的，你别介意啊。找弓箭手先拿30支时间，队长我先打强盗去了，告辞。飞影铠甲合体冲呀！就你是强盗是吧？不是，再来一剑去求精吧，嘿嘿，里面的强盗我来了，保持距离，趁他不注意我时。是，竟敢在我温大侠面前胡作非为，看我杀光你们。终于打完了，去拿卷轴吧，卷轴到手天下我有，嘿嘿嘿嘿。使者的卷轴使用后可在城墙上铺上梯子爬上层楼，咱们换上卷轴，楼梯在这儿。哎，我怎么卡在这儿了？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在这儿干嘛呢。好家伙，这个解密是跟楼梯藤蔓过不去了吗？啥也不说了，我爬。终于上来了，呼，累死我了。先存个档，这有一架古筝，这是要我弹呗？弹不了。哎，有块指示牌，上到楼顶找到陈景一，冲呀，陈景一我来了。掉下来了，没关系，我继续爬。哎，有块指示牌，不好意思，走过头了，咱们来看看说了什么。上面的路被堵住了，房间内藏有4把铲子，可将碎石堆铲除。好家伙，这个作者说个话都说不明白，算了，不纠正他了。哎，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开子，那里是不是有铲子呢？按一下按钮，果然掉出来一把铲子，一样的建筑应该也有铲子吧，果然这里也有，再去别的地方瞅瞅，这有两个石像，会不会这里有什么摩斯密码的机关呢？好吧，并没有，倒是想让我付钱钱，本来生活就不富裕的我，在你这一付，我的小生活不得雪上加霜。告辞，去别的地方瞧瞧，这有两个宝箱，刚刚跟我擦肩而过，打开还真有把铲子，拿走拿走，上面还有个宝箱，身材不够拿不动，旁边会不会有什么暗格楼梯啥的？好吧，没有，换个地方看看，这里也有一个宝箱，打开看看有没有铲子，这里也没有。哎，在之前的地方再按一下按钮，会不会再出来一把铲子呢？不会，算了，我还是上去做苦力吧。终于把这些东西挖掉了，竟然让我这石子不沾阳春水的手来做苦力，嘤嘤嘤。